是东宇哲，我是小东，我是阿哲，很开心我们太阳雨这首歌成为了第31期青运总会口才圈基础班的主题曲。没错，17位学员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希望大家呢可以到现场为他们加油打气。是的，那记得口才之夜31将会在10月1号晚上7点就在吉隆坡金武体育馆的礼堂。是的，东宇哲在这里为大家加油打气。加油。